Rosa 老师所带领的 Line Dance 台舞，那他们的舞名是 El Loco Mambo。 Most Gate 排舞请准备。
第一首歌是 Something in the Water， 第二首是Sombrero。Rumba KTV， 请准备。Thank you.
九月九的九 wine， 还有一个是又另外一个啊是 tequila。那第四个节目是 show wine 的 wine dance 请准备。现在请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陆老。Hello， 我们是 Friday Night， 我们大家在一起运动。刚才听了那么多肝火，肝都痛了。为了预防肝，我们就多运动，多开心。今天我们为了九九，明天重阳节，我们就唱一首歌《九月九的九》，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同乐。
Yeah.
请大家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出场。丽丽和范范，
尺，那乌克兰这么一个安倍哈，现在应该是肚皮五十。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的深情我。
接下来呢是由李老师指导的爵士舞班，今天呢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曲目是《病作夜叉》。那你知道那个杰尼是谁搞的曲的时候，他叫我说呢，要告诉你们，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会年轻20岁。说把他改了，我想应该是年轻30岁才是。那现在我们就特别的欢迎他们的表演，声外的初级班。
72岁了，我现在75岁，我们都很喜欢来这儿，所以你说来了以后就是越来越年轻，所以请你们呢千万不要害怕。我问大姐现在这几楼，她要年轻的去睡了啊。再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养生舞元气舞，请准备。
春满人间。预备是
满人间。
鸟的俱乐部，还有我们有国画班，还有毛线的编织，还有一个是那个瑜伽班，就是比较柔和柔缓的运动。那如果说您还喜欢比较 active 的活动呢，我们有那个敦煌养生壶、鹿皮壶，而且还有 line dance， 足弓舞的俱乐部。还有我们每个礼拜天呢，十岁呢就会根据天气的状况，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带着大家
首先当然我们要感谢陈医仁医师跟那个所有创办的董事提供大家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空间，大家可以好朋友聚一聚。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球队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在那个我们也是英皇子创办的董事 CJ 啊新教练的带领下，我们明年就要进入第八年。那跟大家是比较少在会所碰面，但是我们的会员也是涵盖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各个的班别里面。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英皇子球队应该是我们西雅图，我自己认为很多会员都认为说我是最快乐的一个球队，因为我们都打非常轻松，只要你愿意走路，愿意跟朋友聊聊天，跟朋友聚一聚，我想这个英皇子高尔夫球队就是你最好的选择。目前我们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会员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位，那我们年纪从高中生到正式退休70几岁都有，所以欢迎所有英皇子的好朋友，只要你有兴趣想出来踏踏青，我们从初学者到已经可以去跟人家说跟人家 PK 的都有，所以只要有兴趣欢迎大家来加入。那我现在就把我们的节目啊交给我们今年度的总干事 Manfred 那个广茂威文先生，他是我们第七届的 CEO 总干事，来 Manfred 请。谢谢大家哈，我们区会长还有教练哈，都报告向各位报告的非常仔细哈，欢迎加入我们的球队啊，会身心多愉快健康。现在我们向大会哈的庆典哈，说一下，稍等就等一下哈，我们有一个迷新节目，就是拍影片。欢迎所有的那个观众啊，有兴趣的话，赶快只有5位哦，要上台来，那个推一下球哈，那个我同乐一下啊，就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了，好，我们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欢迎你明年加入我们的会员。
上面少是平的。
常常来参加樱花节啊，你一定会在这方面比人家更强，更快乐一点。那有时候呢，我常常人家问说，哎，到底樱花节将来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大家的。但是呢，樱花节有很多计划，很多 dream。比如说，有些人说是不是有那个啊退休的中心呢？啊，我是很希望有，但是呢，这个需要很大的资本，很大的资本，很大的能力。我希望有些人能来参加，来帮助我们，啊，甚至来投资，让我们将来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啊退休的中心。因为牙医人士呢，啊，牙医人士呢，你可能将来你要住在老人家的啊的retirement center 或是nursing home 呢，你会觉得有点跟这个美国人的有点格格不入。假如我们能建造一个自己的一个 retirement center， 我想我们会很高兴。但是这个呢，需要的很多人，所以我们樱花族呢，我们这几个人现在在做的，就是为将来做一个根基，做一个好的 base。那将来我们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完善，而且能包括所有的你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樱花池啊，我们需要有很多人的来参加助攻。像今天这个场所呢，不是只有几位老师这边跳舞，我们还有很多助攻来布置，还有在指挥交通，这是大家能来做到的一个事情。我希望你们能来参加，能来帮助我们，那这个樱花池啊，成为更好的是你们的啊。万一呢，假如没有来大家来帮助的话，樱花池没有了，那明年可能没有这个节目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办法，让这个樱花池继续下去啊！你们来参加，你们来帮助这个樱花池，你们也可以来啊，在这个地方里面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热线。外面有一个箱子啊，我们不叫赛前箱，但是呢，你们可以来帮助我们啊，广内热线啊，让樱花池继续有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政府的机构。我们从来不向政府拿那些 grant， 拿那些钱，我们都是自己人啊，来这边 donate， 那樱花池有钱。比如说我们租这个场地呢，一个月就3000块钱，啊，还有西雅图那边我们发展另外一个中心，那个一个月也是要几百块钱，所以我们有很，我们需要很多钱来帮助这个樱花池继续下去。我们的理事，我们的助攻完全没有钱。我们希望将来有钱能来帮助，请一个专业的人。这是我作为在这边来主持这边的事情，我很需要大家来帮助我们助攻，还有那金钱方面来帮助我们。我想自己也许会伤到你们的明天要吃的胃口，不过呢，这是真的啊。要是这个组织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有最低质量下的帮助啊。我不要讲太多，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时间到了。好，谢谢大家，明天见。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午餐时间，那就是等一下要请大家排队。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有了你的午餐之后，希望你就是沿着那个我们里面的走道，然后走到外面去啊，享用你的午餐。那希望你呢能够保持那个我们的那个 picking 的 area 啊，能够非常干净。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垃圾什么，请你就把它带回到屋子里头，那我们就有那个垃圾桶可以放着。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干净，这样等一下我们职工就不用气得很久才能够离开啊。那因为呢，我们人数很多，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您想说等一下再去排队的话，等一下思君呢会放一些 music， 一些舞蹈的歌曲。那欢迎您，就是一边等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学跳舞，好像有人要来带着大家一起做活动哈。那现在就可以开始了。